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熏法安心读书会每天为您分享熏法相心得。今天的主题是回顾视频《入心无漏》第868集，我是维兹。经文：尔时，世尊告摩诃迦叶及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叶善说如来真实功德，诚如所言。”经文进入药草喻品的开头。尔时就是那个时候，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会翻译尔时就那时嘛，可我今天呢，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尔时啊。待会我有把上人的开示整段揭露出来。尔时就是那个时候，就在讲完这个信解品的时候，那世尊就告诉摩诃迦叶，因为以摩诃迦叶为代表啊，所以尔时你要掌握那时候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哇，那观照力全部要观照到。待会我们来详细看上人的开示，就讲完信解品，那世尊就跟摩诃迦叶讲，就他代表这四大弟子等等，还有好，那说什么善哉善哉，就给他赞叹，说你们这个穷子玉讲得很好，很好很好，虽然是很好呢，但是呢当然大方向都 OK 了，所以给他双赞叹，那有些不足的等等，这个后面这个世尊他才会补充来讲这个现在讲的这个药草玉品等等好，那总之还是给他肯定，给他赞叹。那说什么呢？说迦叶善说如来真实功德啊，说迦叶你说得好，因为以他做代表嘛那说善说就是说得好。为什么说得好？因为真实法真实功德很难理解，那他用了一个穷子玉，用世间的这个父亲跟孩子这个一个长者跟穷子这样来做譬喻，把这个真实功德真实法处理得很好，所以诚如所言，就像你所说的这个穷子玉等等，所以这是世尊对四大弟子的肯定，那以迦叶做代表好，那我们来看上人的开示。续品与续事而有条众理暗实，方便品说佛智慧门甚深难解，譬喻品中开权显实方便说三，信解品穷子自卑入宝藏不取那这手札很明显在什么？在复习四品，有没有续品、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是不是这样？那因为要进入这个药草玉品第五了上来还是很慈悲就又帮我们复习这个前四品。那我跟大家讲这复习很重要，因为昨天我在导读的时候就想说这个视频有一些重点好像应该要整理整理一张表比较好后来发现整理一张表不够，上人真的很慈悲，他的灵敏度比我高几百几千万倍这样那他就帮我们再全部讲一遍那这个是超级重要的所以他在讲续品与续事而有条理暗示那再详细的开始，待会在内容我整个又会帮大家重新复习一遍，所以待会讲快一点好，因为我全部录因为都很重要。方便品说佛智慧门甚深难解那这个譬喻品中开权选时方便说三信解品穷子自卑入宝藏而不取，这些你都理解了吗这个待会直接用文来说那所以上人帮我们复习前四品续品、方便品、譬喻品、信解品的重点跟精髓，记住要当多用心就是多多用心，我们真的要完全理解，百分之百理解才可以才可以理解正确才可以那我先把上人最后这一段手札的结语，因为上人通常开示手札会开示一半的时间，假设50分钟的开示，他会开示25分钟手札，那再讲这个经文甚至手札时间会更多一点，有时候要举例。他的结语这边提出四个问题，其实不止四个问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把它拉过来看，再来进入上人的开示。他说续品的境界你们了解吗方便品甚深无量智慧我们体会到了吗？譬品火宅玉那位长者的用心，释迦牟尼佛世身慈父的用心我们了解了吗？信解品四位大弟子他们以自己来譬喻贫穷子的那个意涵我们彻底了吗？各位我们应该要很用心听法，要如何能够不漏掉，
这也是一大事，每个人听法的一大事。不要说反复是啰嗦，其实希望大家要很用心体会啊。我们先讲一大事好了。上人佛陀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哎，那他说法啊，那上人他代表佛陀说法的佛法身嘛，哈，说法他是一大事啊，那我们听法也要一大事，哎，对哦，好，真的是一大事啊。那这个四个问题啊，我跟各位报告，我框框那边这个写下来啊，这个有写说，待会我们要一起用心来看答案啊。上来一直都反复跟我们说啊，那我发现这四个问题它是申论题，不是简答题。我昨天本来要做一个表，后来发现哇很难做啊，因为很多重点啊。那上来待会有开始，我们再用心找答案啊。那所以这就是上人今天要教我们的。今天其实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复习，然后再来进入文。文的话，我今天最感触的就耳识啊，待会耳识又再讲一下。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些境界我们有了解吗？这是要让大家再一次更清楚啊，这四品啊，那这个要用心去回顾。那序品就是叙述事项。那大家来到灵鹫山就要听佛，哇，要说大法了啊！那所以很多人啊，四众弟子都来了，天人也来了啊，十方菩萨也来了，天龙八部也都来了，所以那个场面是非常的庄严浩大啊，人潮很多啊，有菩萨啊，天龙八部啊，哇，一直来啊，菩萨云来挤，场面非常的壮观啊。那佛陀开始讲法，他讲什么？讲《无量义经》呢？《无量义经》跟《华经》都是说菩萨法，佛所护念啊，所以很重要啊。这个是不离开世间法。好，那《无量义经》讲这个人间疾苦啊，修行啊，要怎么做啊？啊，传世大传师有没有运财群生，对不对？医王大医王啊，小了病相啊，这些等等，好，随便受药，所以要投入人群啊，去这个救济啊，苦济拔以复位说法，是不是这样？这些，所以。无量已经在讲这个，那还有那也讲佛菩萨的功德智慧，而且佛的智慧就甚深甚深，真实甚深，上人 这八个字常常讲，对不对？甚深甚深，真实甚深，这道理我们懂多少。好，那佛法在人间呢，这个无量一经华经都在啊，对不对？上人带着我们做，在人间救度众生很多，所以无量一经有这样的叙述，那上人也都带我们做。那序品叙事而有条众理暗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场面啊，大家来了很庄严，因为跟过去不同。叙事就是要看到，哎，它有一个顺序，叙事顺序了啊。那这个先讲经后入定，哇，讲完无量义经，为什么也是无量义经也是华经的精髓，很重要啊。好，这两部经都教菩萨法，好，哎，入定啊，这跟以前的不一样啊。好，那这个。说完人间菩萨法入定，为什么要入定呢？发光现瑞啊，让你感受到哇，这样宁静啊，进入这个听经的一个情境，而且很殊胜，有那种特殊的感受。好，而且这是要什么？这个有条众理暗示啊，这个前后顺序啊都要照顾得很好。好，因为这佛陀要显现出接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很重要的法，就菩萨法，修学佛法。你要行菩萨道，因为这个学这个法可以成佛，要回归真如本性，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所以他用很慎重的态度做开头，所以所叙述的事项都非常的有条有理，综合的暗示一步一步这样出来啊，这样很慎重的开头，我会把它画起来有没有？讲华经真的是很慎重的开头，好，那序品过后，这个续品的时候了，后段啊，这个华六瑞啊，华光现瑞以后，文殊问啊，这个弥勒问文殊答啊，就文殊跟弥勒他起来说话，好，这个弥勒先问嘛，那文殊就答，好，那在方便品佛陀就这个在这方便品就是说到佛的智慧门啊，完全赞叹诸佛的智慧，赞叹佛所器物的宇宙天体人间种种事理的智慧，好，我也画下来。我们注意看这里，这一段我真的很有体会，我讲给你听，续品不是这个弥勒问文殊答，那其实后面
弥勒跟文殊还可以再交代啊，他们问什么答什么，有吗？上人没有，上人从这边切啊，上人待会后面才会再来补述文殊弥勒问跟文殊答他们两个殊胜的地位，一个未来佛，一个过去佛。好，那所以这个部分他直接切什么，他说讲华经是一个很慎重的开头。好，然后接下来不是讲方便品吗？方便品就赞叹佛智慧。我跟各位报告，我真的很惭愧也很忏悔，我当年啊，就是不管是自己持经或是听熏法香嘛，好，2014熏法香，2015这样一直一路听下来哈，这个好，我就是不够慎重。对于我那时候方便品啊，佛陀在赞叹这个，就是这些大法根本听不懂啊，只有啊那些文都有看啊，都有念啊，好，那就念过去啊，也不晓得在讲什么啊，就是啊，不也不晓得说佛陀的智慧那个大法是大在哪里，妙在哪里。那时候就是读过去啊，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没有等等。好，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不够慎重。那时候很浮啊，很浮面啊。好，所以讲华经真的是很慎重的开头，就是我没有进入那个状况。每次我那时候上人说他拜华经啊，拜华经序都好像进入灵山会，就没有进到灵山会啊，当然就不够慎重，你当然进不去啊，进不去你那就不会懂啊，就不会懂。所以这一段我真的有体会啊。好，所以上人为什么要这样开示，哦，原来如此啊，你不慎重，你没有这样恭敬心慎重心，你根本进不了灵山会啊，根本不能体解佛陀的大智慧，因为他是甚深甚深很难解。好，那舍利弗懂了，连须菩提那时候这个他们这些人啊，还有摩诃迦叶摩摩犍连啊，摩诃迦瞻这些人都还没有懂啊。好，那所以好赞叹佛觉悟的境界，智慧的境界，好，只有舍利弗理解以后，他也了解，而且他了解得很深哦，了解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啊，用平等心，希望所有弟子啊，还有这个人人都体会到这个有人人都本具佛性。而且知道说不要这个法真实法大法不是只有少数人，是 大家多数人都要去体会，啊，真正把佛的这个心，啊，佛的心怀，佛的愿，啊，都体会到了，啊，这个要普遍在人间，啊，这样好广度众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真的是体会，啊，这个佛理，啊，那要再发心，啊，跟佛一样，啊，那去度众生，无量数劫也是要坚持的去度众生。好，欸，他体会到了佛陀就给他受记啊，好，这就方便品，是不是这样，好，啊，方便品就讲完了。你看，所以从续品他非常有顺序的，啊，这个 按这个顺序，啊，先说法啦，再入定啦，发光现位等等，好，那让大家用一个很慎重开头让大家进入灵山会，啊，再讲方便品。好，那可是就像 我这个，哦，不够用心，不够慎重，哦，不够恭敬，你可能就进不了，是不是这样。好，方便品讲完来到譬喻品，譬喻品也是我说过的，就是说这个舍利弗，啊，他知道说，欸，很多人不懂，请佛陀来开示。好，佛陀想说好跟你讲道理听不懂，那讲讲譬喻品好了，好，讲譬喻，就讲到火宅喻，啊，等等。所以譬喻里面，啊，一个是火宅喻，还有穷子喻，穷子喻是弟子灵解以后讲的，啊，火宅喻是佛陀讲的，啊，两个这样呼应，啊，这样就哇，就大家就懂了，就比较多一点，啊，所以譬喻品中开权显实让大家知道，欸，不是只有三车啊，因为你要出火宅要三车，但是重点是要选大白牛车，是不是这样，这大白牛车才够大，啊，才能够到目的地去，而且大家一起去，不是只有你去，啊，等等。好，那所以那摩诃迦叶摩迦瞻也摩摩犍连还有须菩提他们四大弟子体会了，哎，赶快讲穷子喻说，哎，我们知道了，我们了解了，啊，他们就很高兴，啊，那这个他就说，啊，我们当年，啊，当初，啊，就跟贫穷子一样等等，啊，我们现在信解啦，啊，然后我们知道，啊，我们以前接近宝藏但是很自卑，啊，觉得这跟我无关，啊，不敢要，啊，后来信解了，啊，相信了，了解了，啊，等等，所以才是他们就后来才心胸慢慢开阔，从，啊，转小为大，啊，这样。那这个就是信解品，啊，好，我就讲快一点，要不然讲不完，啊，好。
所以大家看到了，也了解到了佛陀的智慧甚深无量啊。那佛陀 他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啊，这样。那你看这时候上人是不是才来补那个补续品？他又第二轮再讲一遍啊，因为刚刚在续品里面，文殊跟弥勒啊这个部分有些他还没有讲啊，所以他现在在讲，他其实讲好几轮这样一直轮啊，在续品中对答。那经过佛陀的赞叹，经过舍利弗的接受啊，其实这只是他在收一个尾了，做一个收啊。我们说法的时候啊，有时候要收啊，就是让大家再体会一遍啊。好，就文殊跟弥勒有续品对答，那佛陀啊，经过佛陀的赞叹就方便品啊。那舍利弗他不接受了，那这个在譬喻品佛陀给他受记啊，开始的时候啊，那在火灾狱啊，所以他们就信解啊，他等于是把一二三四又简单啊再带一下。好，所以这四位弟子呢，就整衣服来到佛陀面前，表达他信解啊。那这个当初跟着佛陀这个四十几年啊，等等。好，可是他们的这个习气还很深，还很多的无名尘沙惑还没有去除啊，然后所以表示自己可以在很久以前跟佛同修同解，好，但是佛陀坚持啊上求下化这样修行啊，那我们中间可能偏掉了啊，所以偏掉有什么下场呢？这也都要记起来，一十二十，对不对？上来又帮我们复习一十二十，好，这个一十就是天道啊，二十就是人间或天道啊，是不是这样？五十一年就五道四生啊，哦、这样好、哦，这个我也是前几年才去很精准的弄懂，以前都似懂非懂啊，所以不能似懂非懂啊、哦，以前那个真的是似懂非懂哈、哦，要忏悔一下。好、哦，那只懂一部分，没有到百分之百懂，那要百分之百懂才可以啊。好、哦，那所以这是四位啊、哦、佛陀的这个弟子里面算是领导者啊。好，那他们四十多年你看都还固执在自己的这个小圣法当中，好，还没有开启他大心，所以为什么信解品穷子玉讲这么久啊？因为你没有开大心就会流浪啊，流浪你自己在宝藏的周围那是一无所有，好，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对方还没有成就，所以他们用穷子玉来譬喻啊。好，那所以佛陀呢一直说啊，就要将我们引入宝藏，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反复，他也就是要将我们引入宝藏，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这些法没有真正懂，就它就不是宝啊，它就很容易毁坏，很容易忘记，很容易漏失啊。所以你要百分之百精纯的东西才不会坏掉啊，才不会坏掉，才不会漏失啊。好，所以就要懂得也要取啊，这样好，所以要回顾过去，所以要很感恩上人一直帮我们回顾啊，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那这个所以听了你不要漏掉，要记得要精准正确，正意念嘛，正确的正确以后，那把它意念不忘放到八十天中，这样你才可以用啊，才可以自度度人。那所以这个上来就提到说每个月都有这个早晚课，这些有没有读诵华经啊，那华经的精髓就教菩萨法啊等等，就是在无量易经等等，就是要教这个佛陀的本怀就对了啊。好，那这个华经啊，就是所以无量易经讲完，为什么要讲华经？因为华经它可以讲得更开阔一点啊。那这个赞叹佛的智慧啊，那这道门呢、啊，其实很深很深，的确是蛮深的啊。好，那有时候乍看啊，很肤浅的看，你可能也略懂啊。以前我买过很多华经。各种华经版本，包括中文、日文啊，这些 我接触到，全部都有买，真的全部都有买，不一定全部都有看完。可是说看那些翻译的啊，用字面翻译我都看不太习惯，我觉得那样是不够的啊。那有一些你可以好像翻译古文一样，就给他翻译啊，可是那样是不 OK 的啊。所以这道门是甚深很深很深，是这个意思啊。那上人都有把这些甚深甚深真实甚深的意思。开始出来，所以大家很感恩，让大家知道佛的智慧是这样的深，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那佛陀才要弃悟之后三七日的思维，他在这个华严海会的时候啊，想一想好了，还是先讲方便法，是不是这样？所以在鹿野苑就讲苦集灭道三转十二行法轮，这个苦集灭道就讲三次，所以这个没有马上帮他把这个内心的智慧觉海马上就
展现出来，没办法，当时没办法啊，这背景都要很清楚啊。好，好，那在方便品的时候啊，佛陀的智慧是这样生，对不对？那时候佛智一切智道种智啊，这个一切种智啊，这有声闻的智啊，菩萨的智啊，好、啊，这个佛的智啊，好、啊，道种智，我后来才知道道，哎，菩萨道种，好、啊，那种就是代表人生的意思啊，就是啊，你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你都可以去解决啊。好，那一切种子就涵盖了一切智跟道种子等等。好，好，那再来，这是方便品嘛？方便品再来说，还有到了譬喻品啊。譬喻品就这个用比较浅显的啊，这个火宅喻啊，这个三界无安犹如火宅，那用三色诱引诸子啊，哎，叫大家要选大白牛车，这样大家都容易懂啊，这样是比较容易懂哈。那你懂了以后还要有信解啊，好，信解以后你才会去做啊，啊，信解你要发愿啊，哈，所以这些这个僧团里面的领导者啊，你看他中根弟子这些啊，摩迦瑟摩诃摩犍连摩迦赞须菩提这些四大弟子，他们信解了，信解的话才可以再一直啊传下去啊。那我们过去啊就是这样的无知不觉啊，所以宝藏就在旁边啊，就没有去拿。所以也没有这个心要去拿，你看连这些僧团的领导人他都这样了，那何况我们一般的。所以就是要回顾这些事，那不要说听了就忘记了，要到无漏，前面不是说要无漏吗？要不然你就是无明烦恼会一直来，要到无漏。所以无漏要不断的锻炼，锻炼多久呢？锻炼一辈子够不够？不够。佛陀要我们生生世世这辈子要坚定我们的道心，坚定我们道心来做心理准备，学佛在无量劫上求下化，一路走来，做好坚定道心啊，还有这个我们常听，做好心理准备啊，超级重要的。这个我在学那个教育心理学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弥勒文殊弥勒他也是这样啊哈，因为你看，一个是过去佛啊，七佛之师，一个是未来佛啊，所以他们这样对答，他说光是文殊弥勒这样的对答也是很深的道理啊，大家再去复习这个我们的这个啊续品的演绎啊，好，还有把续品多看一下。好，那所以未来还有弥勒菩萨有没有？他将来他就是未来佛嘛，哈。那这个他们的这个对话啊就是这样。那所以成佛的过程要很长的时间啊，这大家要理解啊。那我们要如何回归我们清净的如来本性呢？正念坚定的心，上求度化啊，上求佛化，下度众生啊。这样的心啊，佛佛道统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起来。这样的反复，大家了解了吗？记录了吗？啊，上人这开始到这里啊，总算复习完了。复习完了，好，我刚才用很快时间，用23分钟啊，跟大家复习完了。那这个他就讲到这四个问题。那我现在跟大家忏悔啊，现在回想2015年3月1日上人开始这一天这几个问题，我的答案呢？回想一下，全部应该都是没有，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没有了解。然后应该很惭愧啊，没有了解应该很惭愧，可也没有了，也没有惭愧，也没有忏悔啊。好，这是我的。那我今天回答，啊，我从2008年持经做定课啊，好像2014年开始熏法香吧，哈，啊，那这个开始啊，到然后一直到2020年啊，那时候。续品有这个陆金藏演义，有歌词导读，那时候整个啊才差不到二，你看12年才了解啊，才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啊，方便品到今年，我讲了很多次，到今年新春拜金，还好我有时候都会去拜这个初一15啊，或是过年啊会去拜金啊，拜到这个方便品完了啊，不是进入譬喻品嘛，那时候才突然觉得有感觉，才有拜到有感觉。好，那这个再来第三题我是到了在也是经过12年，这都要经过12年13年，有吗？2020华新加读书会华七玉火灾玉的导读，还有一些师兄姐的导读，我自己的导读才了解火灾玉。因为我常跟大家讲，读火灾玉最重要就是要了解长者的用心，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引导我，就是长者是怎么诱引孩子出离火灾，那还有要把长者譬喻，注意读譬喻一定要把譬喻转成法，
好，那长者是如何诱引孩子出火灾？那释迦牟尼佛他是四生慈父，他的用心他又是怎么引导我们的？这个都要去了解啊。好，所以这个还好我有这个用心还有导读，所以有理解到那个 key 那个重点在哪里啊。所以上人都把这个 key 都给我们啊，那既然给我们钥匙我们怎么会不要呢？还给我们密码。好，那这个四大弟子，四大弟子他们自己来譬喻贫穷子啊，意涵有没有彻底了解？像我举个例就好了，我一直到入智唯智寻法相才比较彻底了解。就像从他觉得自己不是佛子啊，那个是跟菩萨讲的，不是跟我们讲的，有没有？从佛不是佛子到是相似的是佛子，到真正是佛子，有没有？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过程，还有很多的心路历程啊。上人都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说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了解，但是已经从比较浮面的理解，好进入到比较深层的理解，比较细腻、比较微妙的细节注意到，因为上人都有开示嘛，大概有八九十分的理解了。这道感恩上人的开示啊，研究不能作用研究啊，就是实践啊，或是这个学佛啊，这个十几年啊，要感恩上人的开示。好，透过将上人的开示的重点细细品尝、细细的品味、细细的思量，用心体会上人的解说啊，妙法就在其中。那这当中除了闻法以外，还要思维解义，就闻思修，还要把法用在生活中，用在职业上。要感恩周围一直都有善知识，像华新家读书会就也给我很多养分，就是说很多导读人、很多见证分享的师兄姐都很棒，说看看人家的思维、人家的角度、人家的见证、人家的体验、人家的这个行经、人家的路法，就会有很多很多养分。好，那所以也印证了上文说的慧命成长，它需要有什么文法还有善知识。还好身边都一直有善知识，而且我文法都是一直不间断的，就做了这张图跟大家分享。今天因为每次都要做一张图，本来我今天想说就回答这四题就好了哈，后来回答完想说其实我之前就一直浮现说要把这个写出来，可是这很难写，我现在用流程图很快念一下，这是我为什么可以理解比较多多一点点，之前是2015年，你看都是没有，实在很惭愧，现在是有、有多少 还要考验。好，我有持经做定课，我早课做持华经还拜华经，我有持诵华经好几品，然后还有拜华经序，有持跟拜都有，还诵也有，晚课无量一经就三品，那每天熏法香，每天看人间菩提，还有发愿要理解华经发愿做上人的助教读经了解专有名词，早期我的电子词典有13本这也是因缘机会，它是 一套软体，就是一开始早期一些基本名词先给他了解是基本的，28品整理贯通我也有整理过，参加读书会分享法喜，承担导读，多观摩善知识，刚才讲过多亲近善知识平常这些实作的就的善知识都要去亲近多承担实际任务该做的事也都要去承担还好我也有做只是可能做的还不够多，不过任务已经很多了好，那这个用心体会上人的法闻法说法传法，发心立愿做大菩萨四修，恭敬修、常持修、无余修、无间修五种法师受持读诵解义书写，因为写不下我就没有写了。好，那这个解说书写了，将法活用在生活中，还有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如果你有做到这个 这每一个我都有做了，只是做多做少每个都有做到。好，那这个就会让你对法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好，赶快进入经文的部分。尔时世尊信解品说尽之时，世尊称许赞叹大家设之说而加以印证，其所提解欲说事宜尚可那这个他就赞叹这个就是大家设他们说的这个信解品讲得很好所以给他赞叹，事宜尚可了，还可以但是最少是事宜，
那我说今天最重要的除了刚才那个复习以外，就这个耳石。你看耳石啊，耳石就是那时候啊，就是就当时啊，那时啊，一时啊，或是说完性节品的时候啊。好，那一般就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啊就蛮不够的啊。就你看哦，这时候耳石是什么啊？这个那时候他这个交代事情，你看佛对佛陀来讲，我讲快一点，他就看到那时候啊，来看这些根基，这些人的根基啊，了解的人在舍利弗、在迦叶等等，他们虽然有领悟，但是还有细微啊，还有这些尘沙烦恼还没有尽啊，还有大众当中还更多的凡夫弟子还不清楚，有很多。所以你看那个佛陀的观照力耳识啊，同样一个耳识，我今天才领教到啊，耳识就那时候嘛，这谁不会？好，可是耳识你那时候那个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你有没有观照到每个细节？哦，你看这些人里面谁灵解的，谁灵解一部分，谁还很多根本还搞不清楚状况，谁还在状况外啊？等等。好，那谁还要去怎么样怎么样？好，好，耳识世尊，所以性解品讲完，当然世尊就很称赞赞叹啊，原来你们已经了解了啊。那大家是他回馈给佛陀说，我们了解。对，那佛陀说是给他赞叹啊。那这个是什么？他是有譬喻啊，那还可以了啊，还可以啊。上人后来又给他打分数，我本来说还可以，是不是八九十分这样？上人明天会开始啊，明天他给迦叶99分呢。我觉得这也应该要学啊。好，99分。好，那这个。就是还可以，重点是方向要对，方向对是比较重要的。那有些小的地方，因为那时候因缘还没到，那这个没有提到，可能没办法。可是你方向要正确，不能错就对了，不能偏啊。好，那这个还可以啦，因为我特爽，我他今天没有把那个眉脱线画起来，有没有？最少啊，这样方向是对的啊。告摩诃迦叶及诸大弟子，佛虽应可摩诃迦叶说穷止欲。难因其性解有所未周，故佛复告摩诃迦叶及诸大弟子啊，就是要接下来讲这个啊，药草玉品，指明迦叶者，迦叶就是身为众中之首嘛，哈，那领众的人啊，就是说这是穷止欲啊，所以他在穷止欲的时候，最后不是有重诵啊这些，那所以以他啊为告诉说法的对象，好，及诸大弟子及须菩提迦旃延。大目犍连等是指以穷止欲、啊、临火宅欲这个生气盛行，这我昨天讲过了，有没有？穷止欲就是应对于火宅欲、啊啊、佛陀说火宅欲，他们用这个佛陀正说火宅欲，他们用穷止欲来表达灵解、啊、生气盛行、啊、善哉善哉，双赞美、啊、赞美其、啊、灵解，其灵解全了悟时不谬，不谬就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是很重要的，不谬。那全跟实它都有灵解跟有了悟、啊、所以事合于理义，弃于真，以解一切法说全实，又领辟说全实，故并赞美、啊、好，迦叶善说如来真实功德，善说就是什么？就他说的、嗯、还因为有语气佛意、哎、说得好，说得好，佛意味为一佛圣方便说三，此如来不可思议之啊，随顺众生功德而汝大迦叶乃能说之，故堪啊赞善啊。一般人也是没办法说啊，他们有灵解的，所以他们说，所以佛陀给他肯定啊。诚如所言啊，实如汝之信解所说，迦叶等四人陈述穷止譬喻，又将本师一代实教及出世大事因缘明了显发，佛特赞美而应可知，故曰诚如所言啊。就像你们说的啊，陈独水就像你们说的啊，哎，你们说的这真的是说的很好啊，所以称善嘛，陈独所言哈、啊，那他们说的就把这个该说的啊，本就是说对的事，而且很适合，将本师一代实教及出世大因缘明了显发啊，用这样简单的譬喻，这其实我开场讲过父子的譬喻啊啊这样的譬喻，简单明了大家都懂啊，这不简单啊，所以佛陀给他肯定啊。所以佛赞叹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啊来赞啊譬喻诚如所言，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说善哉善哉啊，双重的赞叹啊，那就是赞叹他们体会佛陀，也了解已经接近佛的心意。我说你看他
上了明天 打分数说99分，今天先透露一下。好，他就能够接近佛的心意，这很重要啊，超级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大家要用心听法，要听得无漏，不要将法漏掉，用心去体会，这才是真正的法漏心。所以你看上人今天为什么帮我复习，他就是要我们无漏啊，要把这些大法给我们啊，这个实在是很感恩啊。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愿作上人的助教，广传净思妙莲花，感恩。